Hello 啊，现在是凌晨时间11点多，我现在在马劳，昨天不是刚到的吗？昨天前天晚上一晚上没有睡，因为在火车上，那个我怕别人偷我东西，因为中间有人动了2次我那包，就一直没有睡。然后到了这个马劳这儿，白天一整天就睡了2个小时，然后晚上我现在就要出发去那个布罗姆那个火山去了，我现在在等那个吉普车过来接我。他刚才跟我说，他说你最好11点一定下来，在这等着，我们马上就要出发。我现在11点到了，车没有来。他说有可能你是第一个，也有可能你不是第一个。我希望今天我到那儿安安全全的，能拍一些我喜欢的东西。现在就是觉得有点头晕、困。你想吧，一共睡了2个小时。我明天从这回来之后，我要再换一架青旅，因为我连续，昨天吧又没上传影片，就搞得挺烦的。因为昨天我上传的时候，不是昨天，今天上传影片的时候超级慢网速。所以明天回来了换一架青旅。其实他们家的环境还是不错的，是那种简陋风，然后上边是水泥，然后下边是这个样子，这还有电视，但是一切都看起来好看。网速不行啊，影响我的。司机迟到了1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终于出发了。出发没一会儿，在这个半山腰这边就停了1个小时，很多车都在停。现在要出发了。刚才很多车在那停了，前方都是这种吉普车，他们开一段时间会停这儿休息。你们还说冷，我觉得一点不冷，刚刚好。刚才有个人问我说要不要租那个外套，我说是男人不怕冷。又有国文的，他们拿了很多厚衣服。冷倒不冷，可以一会儿吃一点东西。看周围有什么。这会儿天还黑呢，还黑呢。激动了半天，我以为上了能发现更多不一样的，并没有。这儿是4点多才天亮，所以我这儿还有时间。现在是3点多，在这儿转一转，走一走。我真觉得没有太冷，为什么他们觉得好冷？可能是我在中国北方的时候，我觉得习惯了。也没有发现有一只小猫咪。哦，他在生火，帅哥，要了一个泡面，然后让给我煮个鸡蛋 ，and tea。Tea, OK, sugar, no sugar, no sugar, yeah。在里面看戏，哈哈哈哈哈。Another guest give me, do you need this? I have muscle. 笑死了。Thank you.试一下，他说这个9块钱，然后可以给我看好看吗？我也好久没带这个东西。啊！看一下，我看好可以吗？
OK， 帅不帅？ Okay. 帅不帅？把他们无语了，我说帅不帅？My miss, answer, no answer. 还可以。太阳没出来之前，先干人家一份面，挺便宜的。他把调料都放最下边了。买了这个好看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我比较喜欢紫色。不是很辣，再放一点辣椒。喝一点茶，润润胃。他面条里边没弄干净，稍微有点土。你就说我胆大不胆大，我们两个人，我跟我前面一个小伙伴，我欧洲的这个小朋友，我俩一块拦在边上了，超级漂亮，但是不敢往下看，往下看真的有一丢丢吓人，有一丢丢小吓人。Are you scared? Hey bro. 来看他。Are you scared? Hey word. Oh yeah. 哇，下边就是这个场景。害怕吗？害怕吗？万丈深渊，一点不怕。前面还有个摄影师给我拍照。
No, no, it's okay. I'll take a video. 我敢说没事没事，随便拍吧，我不害怕，他有点胆小。Yeah, I'll take it. Okay. Bye bye. Bye. See you again. Yeah. Bye. Bye. See you. 我们在一块儿拍了一路，哎，现在要往下走了。能拍到自己喜欢的就很知足了，很知足了。刚才我们那个什么司机说5:30得赶到，现在5:21了，我还有9分钟，但是我相信能赶到，因为很近。你就说时间过得有多快，刚才天还黑呢，现在已经天都亮成这个样子了，往山下走了。哦，你说时间有过多快，刚才天黑呢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我现在要往下走了。我们要去爬火山，爬火山，爬火山，爬火山。他们应该都在车上吧？在吗 ？Let's go， 出发。No no no！ 我们要步行去那个火山里边去。我靠！好像走到了月球上的感觉。啊，les sables mouvants. Non, non, pas sable mouvant, mais la dune du pied là, oui. 哇，这个土是这个样子。就我自己穿了这个，人家穿的一个比一个好。来印度尼西亚就是过来减肥的，锻炼身体的。哎，这个路我算是走不动了，谁想走谁走吧。哇，这里完全有点像月球感觉了，还有马粪，立马又回到地球了。靠，还是新鲜的马粪。在这边岩壁上，这些雕像好像人的脸。哇，累死我了。啊，还剩下12%的电，马上到山顶了。哦，我还用手机录了很多视频，录了一些航平的。如果这个 GoPro 没电的话，我就用手机这个。冲冲冲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他妈破 GoPro 还不给力，还老显示没电没电没电。哇，火山。有什么啊，一点不害怕。想下去，想下去泡澡。嗯，好香，香死了。这边可以转一圈，走一走吧。在这个火山上呢，有一个神像，是大象的这个模样，人身象身，但是很危险，它就在悬崖边上。这儿祭祀了很多贡品，下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悬崖。我们现在挑战没有护栏的区域，哦，冲，冲，冲！
错。走了，现在往上走，已经在这儿拍了很多了。要不一会儿我的司机会说，你去火山口结婚去了吧？这么久没下来。两边不同的风景。现在跟这个中国妹子我俩分开了，我已经下山了。今天其实挺愧对大家的，今天影片在火山上真的没有拍太多，因为手机没那个 GoPro 没电了，等我每录一会儿它就给我关机，自动关机，因为我在上面拍那个日出的时候时间耽误太久了。我现在。